D A C D。这个时代对最特殊的一个文艺的一个东西就是摇滚乐，就是你得跟底层的人、最普通的人生活保持一致。我觉得通过音乐啊，传达一种好的一个东西，能够抚慰你心灵的一个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找着自己吧，通过音乐能够找着自己。我用我的生活方式告诉大家，有一条路可以走。长的路上，真不知道前方的路它是多么的遥远。路边的花在冲你笑，是否时光又溜走？换上那新大衣裳去迎接好风光啊！耶，只是一
人难，无情的话语没有垃圾在呀、啊啊、往下漫天的日子吹散了花语，凋零的花语没有垃圾在余味余味余味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么牛逼的演出啊！下一首歌是一个爱情歌曲，《三丰》。划过了你我的余味，
夜空，穿过了你我的心扉，风儿吹到了帆，船儿离开了岸，鲜花叫醒了渔翁，歌声唱醉了人啊，星一早睡，露出了欣慰的余味，星光散落湖水间，划过了你的小嘴，说的那些话儿是否就散在风中，啊呦啊呦啊咿呦吼，云儿走啊走啊走，风停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儿是否都散在风中，啊呦啊呦啊咿呦吼，
妈说的那些话儿，是否都散在风中？哎呦，哎呦，哎呦，歌声愁啊愁啊愁。时候，哦，妈妈说的那些话儿，是否都散在风中？基本就是我自己写了一行，你们找一个人去吹。这个演出可能就是我们乐队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演出，而且是我们动用资源最多的一次演出。
刚才吹那个包子第一，我知道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一句。好，来一下。今天咱就主要是把都分出来，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这么多年来对所有东西的一个总结吧，然后从现在开始又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我起，比如说新的一天，我看啊，就是前一部分是特情感那种抒发，后一部分就是那种，就是第二段。上路，哦耶，自由的鸟儿。
下一首你是我的希望。最深的时候是我最想念你的时候，看着那天上的月光就想起了你的脸庞。你是我的希望，我是如此的想念着你，真希望能够在什么一起一起。山又长，水又长，山又长，最深的时候是我最想念你的时候，看着那天上的月光就想起了你的脸庞。你是我的希望，我是如此的想念着你，真希望能够在身旁是一起一起。山又长，水又长，山又长，水又长，写的歌没有不好听的。不用谦虚是吧？Thank you.
下，幻想着我那美好的过去和幸福的未来。基本上也是不是音乐，这俩就是超级大调，而且网络的旋律又写的那么好听，配点音乐简直就太对不起网络的有名的歌曲。又是一个黄昏的夜晚，我独自坐在街想，幻想着我那美好的过去和幸福的未来。是难了。
琴还得再来一点音量。现在呢？这个不插电是我来不音乐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个演出，因为是一个剧院的形式嘛，我觉得是一个另外一个挑战吧。小鹿最骄傲的就是它的妈妈，小时候最喜欢扑在妈妈的怀里，最幸福的时间就是生日的时候，妈妈给它做完最心爱的羊肉面。有一天它听了一首 Rockin' Roll的歌，把它的生活完全来个人，买吉他不回家，一直去玩 rock and roll， 要成功不再要妈妈辛苦的生活。小鹿你真不知道幸福究竟是什么，妈妈最幸福的就是看你吃的样子。你回家吧，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羊。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羊。羊肉面，老板再来点辣椒。妈妈不要担心，这段生活很不错，有新鲜的故事，还有很高级的菜，也许在某一天就会有一个成功，那时候让我们一起幸福的生活。假如你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妈妈最幸福的就是看你吃的样子。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羊。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小鹿。消失很久了，寻遍每个角落还是不见它身影，在大的桌子上发现留下了一首歌，它的名字就叫我最亲爱的妈妈。小鹿你真不知道幸福究竟是什么，妈妈最幸福的就是看你吃样子。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羊。你回家吧，困难的时候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羊。你回家吧，最喜欢的羊肉面。
不爱你。对你最无条件的爱的人就是你的妈妈，好好的给她多打几个电话。平时都不打电话是吧？那么久。就那么久，那么久，哦，又想。
听我唱。我们是2005年参加礼物合集，然后碰着了方凯。方毅说可以免费给我们录，完了他就做我们第一张专辑制作人。他专门请的那个 Vendex 就是枪炮玫瑰的那个录音师，专门把他从洛杉矶请来做了缩混，就给我们太多的帮助。你想他一下传授给我们一甲子的功力，整个专辑的水平一下跃到一个特别高的水平。
还可以啊，我们的新专辑做的挺棒的。嗯，下面我们要翻唱一首陕北民歌《咱三十里铺》，你听一听他们写的情歌是怎么写的，你再看看现在的那个情歌是，哎呀，怎么写的，咋想的。Thank you.
下面要演唱的是我们乐队最受欢迎的一首歌，但那不是我唱的啊，是我们乐队那个鼓手吴瑞。这首歌也是方铁写的，叫《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为了你找啊找，去寻找神秘的石头，为何你走啊走，从此不与我相见。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穿的跟个日本浪漫人似的就上了。今天是我和我老婆的那个结婚的日，结婚办 party 的日子。今天来了特别多朋友，还有那个兄弟，我特别开心。我爱所有的不乐队的成员，我相信他们也都爱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我们一块儿。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越来越像我们想象的，就 OK 了。去寻找神秘的石头，为何你走啊走，从此不与我相见。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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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落在这个时候，
我带到了那一年，我和你相遇相对，对应到天明，我以为能够和你对应到天荒。散落在这个世间，把我带到了那一年，雨滴散落在这个时候，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我看到是蓝天，姑娘，时光，忧伤，大概就很久，大概就这几个词用的最多。因为我写歌是被动式写歌，就是等着那个感觉来找你。我要写歌词，我就不停的唱歌，就唱中文词，过一会儿就会有一个词自己从嘴里蹦出来。如果蹦出来两三个词，你把中间连上，再填几个字就可以了。
的是之前就是做一根链子这样挂在这儿，然后这个磁带这个卡都是找的硬最好的，这还有烫银啊，这工艺，磁带成本就20多块钱，磁带里面还有一张纸嘛，这张纸在哪儿？就这个，巨大，就是我们是一盘磁带，然后发，然后把这个磁带卷起来，就是一块给，就是塞不到这个里面，这个，还，完专门我们找遍了中国的所有的就是磁带厂。一般磁带可能都成本就1块来钱，我们说你这磁带不行，他说哎你是不是嫌贵，还能再便宜点，还8毛的，我还说我操，我说不是嫌便宜，是不是嫌贵，嫌你这个太便宜，有没有好一点的。后来我们就想直接买那种索尼的空白磁带，就做成磁带，就想做最好。后来终于找着了这家杭州的一家工厂，张威专门去就为了看一个颜色，专门飞过去看一看颜色对不对，因为电话里说不清楚。OK， 就这个定了，好了，就5分钟就结束。专门飞去看一看，你知道这个一共卖多少张？那个是卖120块钱一盘，一共做了1000张，1000盘磁带，一共卖了20盘，没人买，因为我们做专辑就不是为了挣钱，我们每一张专辑都是下血本做，就根本就不可能卖回来的，就是为了。因为干这个，靠这个东西就是挣不着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不乐队的不插电的现场，能有这样一个缘分能够跟大家在这里聚会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呢也请了很多的嘉宾朋友帮助我们，下面我要一一介绍他们。笛子陈月，秋季小号送来，萨克斯宋涛，萨克斯傅宇，打击乐 funky， 颤音琴吴瑞。在这样的地方演出，也要感谢主办方的大力的支持，我们要感谢北汽、北演、六艺、乐视。还要感谢最爱的你们。
这像一首结束的曲啊，演出结束，大家再见啊。在你身旁，身旁，是否还记得那故乡，记得那欢乐的时光，是否还记得那姑娘，来吧我们在你身旁，啦啦啦啦啦。来吧，我们在你身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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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我们在你身旁。其实是非常慢的，就很自然的一个状态。来吧，老花。这几年可能感觉年纪大，有经验的东西产生，你对音乐的把控能力更强了，开始出来有技术含量的，之前可能都是冲动，
这两年可能对音乐认识更成熟一点，大家可能就更想把这个乐队能够持续的走下去。来吧，我们在你身旁，来吧，我们在你身旁。我就希望首先是让大家能坐下来听音乐，最后的目的要大家都高兴。为你唱，我愿为你唱，我的心儿在荡漾，我愿为你来歌唱，那为你来祈祷，祝你身体健康。为你跳，我愿为你跳，我愿为着你来旋转，我愿抱你在心间，那与你的飞舞一起在飞转。Oh yeah， 我愿为着你来歌唱。Oh yeah， 我愿为着你来旋转。心儿在荡漾，我愿为你来歌唱，那为你来祈祷，祝你身体健康。为你跳，我也为你跳，我愿为着你来旋转，我愿抱你在心间，那与你的飞舞一起在飞转。Oh yeah， 我愿为着你来歌唱。你来旋转、yeah、为你唱，我愿为你唱，我愿为着你来歌唱，为你跳，我愿为你跳，我愿为着你来旋转、yeah yeah yeah yeah、我在这里。不要害羞。喝呀喝不完的酒，把你的愁。
天依然这样，不如把它放下，你我干了这杯酒。谢谢。准备好了没有？好，来，看我的。这是一个进步吧，这是一个喝酒的歌曲，每个人都要参与。Yeah， 对，你是你们的梭罗。准备好了？好。干好，好好。一心紧你，儿戏。我三元有三，我魁梧的手，去敲断。就是好酒的全家喝。下面是最后一首歌，秋天。我们当初写出这首歌以后想，哎呀，估计马上就成为全国最有名的乐队了，结果这个梦想想了十几多年。秋天。花谢的时候已没有力量，
我只想看到你眼里的倔强。太阳望望去那大雁飞哦，忙碌的他们要飞向南方，我看着他们总有自己方向，明天的我他是又在何方。花谢的时候已没有力量，飘落的树叶像你的脸庞，我不愿看到你枯萎的模样，我只想看到你眼里的倔强。太阳望望去那大雁飞哦，忙碌的他们飞向南方，我看着他们总有自己方向，明天的我他是又在何方。谢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飘落的树叶就像是你的脸庞，我不愿意看到你枯萎的模样，我只想看到你眼里的倔强。秋天送给你们，谢谢。今天的演出就结束了，一个难忘的夜晚，谢谢，再见。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所有的成员啊，我们的古筝手秋季啊，笛子肖陈月啊，还有54岁的胖胖的鼓手 Funky， 还有萨克斯宋来，先从宋来啊，来小号就是回到本能的状态，再回到乐队本真的一个状态，不要太为外界而干扰。因为我们做音乐当初就是很本能的一种反应，现在做音乐的那种目的性越来越强了，我们想希望再回到那个状态，通过音乐也能够对人心灵的一种改善。用那个老大的话说，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摇滚之路。在这个地方，温暖的阳光下面，有美丽的风。